能给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Triple kill。Quadruple kill。怎么了？你要来玩玩具给肉哥玩是不是？他不陪你玩，他在玩他的游戏。没有时间。他没有时间管你，怎么办？你这个嘴巴毛翘起，感觉像那个歪嘴巴一样，啊？歪嘴巴给，歪嘴巴给呗。嗯。哈哈哈你再舔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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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，来亲一个。啊，不亲啊，亲一个嘛，啊，亲一个嘛。哎呀，亲啊，哎呀。现在是晚上时间5:30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差不多应该是可以过去了。过去就是6:00，应该他们就下班了。好了，咱们到达今天的注册地了。哇，这边这冰全部都冻冰了。好，过来确认一下这个充电桩。OK， 没问题。我现在先给它插上啊。好，咱们是有这个应用的啊。一起充电，冬天一起充电，一充电，然后一充电扫码，啊，看我这上面还有余额啊，还有26.54，这上次充的，我不需要充了，扫码下载，我现在已经，看一下要怎么充电啊。好了，这就开始充电了。他是要让我把这个我的钱啊输在这个，就是这次充多少钱。我们刚刚随便输了一个数字，输了6块，咱就先充6块的，一会儿停了再充。好了，咱家有电了，看这个继续摆到轮胎下边。它那个 APP 啊，就是显示的不清楚。我们出来看一下这个费用，现在是1.5毛充电费用。然后设备信息，充电它就没有瓦数显示。充电量0.1千瓦时。咱还没有看过这个充电的这个费用啊，现在是属于峰时段啊，我们现在是6:14，它是5:00到9:00是峰时段，电费是5.4毛一度电，应该是吧？哦，电费是1块，服务费是5.4毛。但是1.54块一度，哎，它也没有变化嘛。啊，它这个哈尔滨这边是全部都是一个价啊。这个地方属于是一个高新科技园区啊，这边是生产那个研发机器人应用的，什么互联网加啊，然后那边是一个医药测试公司。如果在外面搞那个电，就是插电，现在还没有显示，等得我好着急啊。因为我和肉哥我们去过很多的那种充电站，那个充电桩都用不了，所以这个我们也没试过，只是过来看了一下，总感觉心比较慌，希望能成功。那个可以洗澡了啊，乖乖。充上电了，开灯。
开灯，好不好，妮妮？把我们家什么该开的灯全开了是吗？我怎么？我说是把我们家要充电的全拿下来充电，啥东西？好，把这个移动电源充上电。对，我们移动电源只有58%的电了，应该充一下了。那下面的那个要充吗？就是我们这个大的。没用。没用是吧？一会儿用。嗯，那就不用充。一顿收拾。把隐私帘关上。好，搞定。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按照我们的原定计划来的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要出不去了的第一天，我们就来找这个充电的地方。对，然后现在是没有电了，就把所有的准备都准备好吧，应不变与万变。对，然后包括这个洗澡啊。洗衣服啊，对，大家明天看我们是怎么洗澡洗衣服的，现场直播。入哥，哎呀，干嘛呢？快递啊，这些我们的外卖。咱们刚刚看短视频的时候啊，刷到了啥？刷到了有一个也是这个哈尔滨的人，在做隔离的时候，他说他去买了这个冻梨，然后我一想，哎，我们来到东北的冬天居然没有吃冻梨，我们也从来没有吃过冻梨，你咋吃？然后呢，我们就天哪，黑色的梨子，梨，你抽打开我看看。黑色的梨子，硬邦邦，硬邦邦，这咋吃啊？咋吃就用嘴咬着吃啊，然后它就会懂，就是标吃。你吃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，点关注，强烈推荐，评论，转发。要拿个网给你接着吧。啊，最好。那能最开心。你先拿那个纸我擦一下，这个感觉好像没有擦过。他们这个是怎么冻的呀？我看是冻在树上的，就直接在树上冻着，然后吃的时候摘下来，就是冻成那么黑黑的，然后吃的时候摘下来，先尝一口冻梨。好像还没有化，肯定没化啊！我看他们吃冻梨要先化掉，化的软趴趴的吗？对，软软的。那你放先放到碗里，先放碗里。嗯，这个要得先化了。你先吃是什么感觉？清甜的，就是它。口感呢？口感就是清甜的，它不会特别甜。然后呢，不是，我说的口感是吃着像冰淇淋那样，还是说像冰坨子，还是吃着像什么的口感？像果冻。对吗？那是可以吃的呀。嗯，这样就直接就可以吃。我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我吃一口，我吃一口。你知道为什么老是问你口感吗？嗯，因为这个便利店的老板，嗯，给他分类，你猜分到哪的？放哪？冰淇淋。这个，你吃吗？哦，口鼻牙齿啊！是吧？嗯，好冰牙齿啊，主要是。但是它是好吃的，特别清甜。嗯。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甜。而且梨子的香味会减少很多。嗯，
这个就可以吃了，老公。是吧？嗯。不，我想吃那种飙水的，就他们吃的那种。飙水的？只咬一口，哇，那个汁水。包汁儿的是吧？对。这个留着，等它化冻了之后咱再吃。嗯，就吃的这个口感特别像那个，你记得我特别喜欢冻那个果冻。嗯。把它冻成冰坨子了以后放化，到化不化的时候你啃它，它就是那种 QQ 糯糯的那种冰渣子。看我盘腿一坐，这真是太是大个了，看着小综艺，嗑着小瓜子儿，喝着小可乐，咱我的可乐呢？这冻起来。吃着小冻梨。哦、看着小综艺。这也太是那个了。咋样，六哥？我这个位置杠杠的哈。我这个位置太好了，像这样一坐。其实我们俩这个房车的这个座位。其实不够两个人坐，只够两个很瘦很瘦的人坐，胖稍微胖一点点的，还不是说胖，中等身材的都坐不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这算是竖着坐哈，哎，他就这么的刚好，哎呀，哎呀，下来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悠悠岁月，那个是啥？渴望，渴望，渴望。对，演的啥我也不知道。然后，我们这个冻梨是彻底的好了，来尝一口。都是人在酒浪了，它是全是水。啊！哎，啊！它全是水，所以说你咬一口，你不咀的话是不行的。对，你不往里吸的话是肯定不行的。哎呀，哎呀！哇，这就是冻梨的最正确的吃法。真的吗？嗯，你来尝尝。我怎么觉得刚刚那个要好吃一些啊？刚刚那个，我喜欢吃那种冻冻的那种感觉，口感会好一点。嗯，对。但这种会更甜，哦，它的甜度就会增加一些。对，它的甜度会增加。嗯，这种很舒服。都是你能吃吧？啊、哦，你连皮都吃了吗？嗯，对啊，冻梨就是可以吃皮。黑不拉几的，哎呀妈呀！哇这汁水好浓啊！嗯，太香了。东北人真会吃，这东西真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好像在吃那种软桃子，那种水蜜桃子。对，但它比那些东西都要甜得多，它是一点点酸味都没有，纯纯的梨香加甜。嗯，这种梨子也不会有酸的吧，大哥？就是鸭梨呀、啊。嗯。啊，怎么了？你下来玩呀！挡住他了，他还不舒服。哎呦！咬一口全是水啊！啊！这拖着我鸟啊！你好烦、啊，这个，这小孩撒尿似的。嗯，好吃。